总，我们可以开始这一场的演讲会啊。我是何思英，台北论坛的执行长啊。今天的主讲人呢是周扬山教授。周扬山教授是台大政治系毕业，然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啊。他是我们这一行公认的才子。你们大家看看他的那个经历，这个学术外的经历一堆，但是呢，学术啊，他从来没有放下过啊。他刚刚提了一袋书来。说是怕这个各位听众问的问题太复杂，所以他可以随时把书啊，拿起来啊，引经据典的回答各位。那么俄乌战争到了23号，这个月的23号就要一年了啊。这场战争啊，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周扬山教授啊开始演讲，请。何教授，各位来宾，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谈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一年来所暴露的深层的因素，其中包括几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是历史的背景，第二个是民族的关系，第三个是政治制度的选择，最后谈到大国博弈。我刚刚跟这个何教授谈了以后，大概原则上今天我先讲80分钟，留下40分钟给各位一起来讨论。我是这个1981年到1988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当时是冷战的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年。那么我们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呢，这个苏联就是当时的显学，而且是汇集了最多的全世界的资源来一同的了解这个非常复杂的苏联跟东欧的因素。但是第二年1988年之后呢，国际情势就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到了89年的时候，东欧变天，91年呢苏联瓦解。在这一连串的复杂的这个变动之下呢，整个国际情势跟整个国际的关系和这个东西方的互动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那么从89年开始，我就到了东欧开始进行长达30多年的研究旅程，到现在呢，一共是34、35年的时间。我还记得1989年第一次去苏联，去莫斯科，去红场。去当时的一个小国叫做拉脱维亚，然后接着就去了这个基辅，就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还去了克里米亚半岛，也去了这个当年非常重要的雅尔达会议的所在。从此以后呢，我又去了7次前苏联跟俄罗斯，清楚地了解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其中呢，在1991年的时候呢，刚好变天，也就是苏共瓦解。那瓦解之后的第二年，我从北美去了这个俄罗斯，这个时候就发觉这个货币巨额的贬值，从原来1989年当时官价是1美金抵0.6卢布，到了这个1991年、92年的时候，已经变成1美金抵1000卢布。到了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1美金抵6000卢布。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存了几十年的钱，存了一个棺材本，有7000-8000块钱作为余生之用，但是到了9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只值1.5美金。我还记得在97年的夏天，从这个莫斯科到俄罗斯西南部靠近里海的一个小的蒙古族的共和国布里亚特，去之前
还是1:6000，回来的时候后面三个零被删掉，换成新卢布，这个时候1美金等于6元新卢布。从此以后这个卢布继续贬值，贬到今年，到去年战争前后的时间，已经剩下大概是1美金比大概50左右，那最低的时候到了1美金比54卢布。那后来因为俄罗斯的中央银行这个操控得力，现在大概又回到1:28-29。换句话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从1989到现在这30年来，俄罗斯地区的非常严重的经济跟社会的动荡，而这个也造成了今天在俄乌冲突1年之后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很少人去理解俄罗斯内部的民意的状况。在1991-2000年这段时间，主要是由叶尔钦控制着政权，可是叶尔钦所采取的西方推销给他的 shock therapy， 也就是震荡疗法，造成了俄罗斯严重的国家的衰退。那么刚刚所讲的严重的这个物价腾飞跟卢布贬值，就是一个具体的现象。但是呢，美国这个时候跟其他的西欧大国呢，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让前苏联体制摧枯拉朽，没有考虑到应该维持俄罗斯的基本的社会稳定。所以在我7次访俄罗斯的过程中，最明显的看到一点，就是强烈的反西方跟反美的气氛。我还记得在莫斯科几次的旅行当中，跟年轻人交往聊天的时候，都洋溢着非常强烈的反西方反美的气氛，因为他们认为今天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快速的走向一个衰败的境地，跟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摧枯拉朽的想把它搞垮是有绝大的关系。而在苏联学界里面，就是美国研究苏联跟俄罗斯学界里面，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前2年过世的一位重要的 Stephen Cohen NYU 的教授，比我早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1968年在 Tucker 指导之下拿到博士，他就非常清楚地指称这个美国跟西方在处理解体后的苏联犯下了重大的错误，也就是只考虑到短暂的利益，而忽略了必须维系跟俄罗斯跟前苏联国家比较友好，同时能够持之以恒的关系。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美国的3个最重要的战略专家，第一个是布里辛斯基，第二个是这个 Robert Dahl， 第三个就是目前还在世的基辛格，他们在处理这个苏联解体跟冷战结束的时候，都非常清晰地告诫后来的美国的政治人物跟战略专家，必须要审慎地处理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南部的问题。其中呢，以 Robert Dahl 提出来的文明的冲突最为有名。他强调呢，这个在冷战之后东方跟西方之间的以共产主义跟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这个对抗的主轴改变，可是不变的是文明的冲突。而这个文明的冲突首先就是要维系 the US primacy， 美国的独大的地位，而这个独大的地位的后面的核心的内涵就是 WASP， WASP 就是第一个字 white，
第二个就是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第三个呢就是 Protestant， 也就是说要维系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跟基督新教的独大地位。在这个前提之下，基督教世界被一分为三，一个是拉丁美洲跟葡萄牙西班牙为主的天主教文明，第二个是北美跟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国家的 Protestant，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新教的文明，第三就是以东欧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等这些东正教的国家。所以基督教世界不是一个，是三个，因为在战略专家看来，这三个之间是互为敌体，所以一个基督教，三个文明圈，而且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上也确实印证了这三个文明圈是互打。所以换句话说，在白人世界里面是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而俄乌冲突是这里面的最高潮。所以这个问题也最难解决，就是白人世界互打，到现在为止还没打出一个结果。那么按照当时在后冷战时期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政治学界跟战略专家，他们认为必须要保障俄罗斯在俄国南部地区的优势地位，而不应该急于去触碰这些在西方来讲非常难以处理的地区。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同文同种，而且是俄罗斯、乌克兰跟白罗斯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今天的东京是日本的政治首都，京都是它的文化首都，那么在东斯拉夫国家里，莫斯科是政治首都，圣彼得堡是经济首都，而文化首都是今天的乌克兰的基辅。所以基辅的地位等同于京都或者中国的长安，而莫斯科的地位等同于今天的东京或者今天中国的北京。所以你如果一定要用分裂的手段迫使这三个民族，白罗斯、俄罗斯跟乌克兰强迫他分手的话，就必然躲避不了这个三个民族之间的严重的武力的倾轧。而这个正是30年前这些战略大家所警告的，可是今天还是走到了这个局面。就在我访问莫斯科跟这个乌克兰基辅雅尔达之后的一年，在1990年的这个8、9月的这个期间，这个在这个基辅呢，美国总统老布希在苏联瓦解的前夕来乌克兰演讲，就在国会的现场，下面的乌克兰的议员举着要求独立的台子。因为老布希是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政治领袖，同时他当时的主要的谋士还是循着我刚刚讲的这三位战略大家他们的逻辑，所以这个时候老布希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指着在现场里举着牌子要求独立的乌克兰国会议员跟他讲，你们要提防自杀性的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会造成你万劫不复。但是乌克兰的国会议员在当时东欧与苏联解体民族国家的气氛高昂的气势之下，
当然听不下去。而随后的第二年，1991年的八月下旬，大家记得，戈巴契夫在黑海沿岸的别墅被前苏联的这个主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绑架，幽禁在别墅里。然后过了两天，叶尔钦作为俄罗斯的领导人去营救他，从此呢，政治权力就从苏联总统转到了俄罗斯。然后接着在8月24号，乌克兰就宣布独立。然后到了年底12月的时候，在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合作之下，将前苏联解体。所以苏联的解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它不是经过内战，它也不是经过公投，而是苏联15个共和国中间最重要的三个，俄罗斯、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三国合起来宣布退出苏联，造成苏联的瓦解。所以苏联的瓦解，用英文字来讲是叫 disunion， 就是联盟瓦解，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透过公投或者透过内战，而是一个核心的成员国退出苏联这个体制，造成苏联体制的终结。所以这是一个 disunion。 但是这个 disunion 虽然躲掉了战争的风险，也省去了很多当时看来非常不明智的一些族群的冲突，可是呢，它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俄乌冲突，其实就是在1991年苏联瓦解之际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边界的问题，包括主权的问题，包括军队的问题，包括资源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可是呢，在过去30年里已经不断的浮现。第一个事情我们就看到，就是当时俄罗斯的总统就是叶尔钦厉声警告说，你乌克兰想独立，首先要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要把你从我手上拿走的克里米亚半岛还给我，你要把黑海舰队的问题解决好，你要把东乌克兰地区俄罗斯人的问题解决好，否则的话我们是绝对不让。第二个事情是西方的大国在90年代初期对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巴契夫，对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叶尔钦，都曾经承诺绝不让北约东扩。可是这个在后来的 Bill Clinton 的任上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承诺。首先在欧盟部分，从16国一直扩张到27、28、29，然后在北约部分一直扩张到最近的30国。如果今年这个芬兰再加入，就变成31国。如果土耳其跟瑞典的冲突解决的话，那瑞典再加入就变32国。所以北约东扩跟欧盟东扩是造成今天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而这个问题呢，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解决，这个值得另一次来探讨。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核心的主题。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极其复杂的历史。
好像按不成。不然用这个，哪一个？好，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特别来先讲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口的数字。在1991年苏联瓦解之前，乌克兰的人口状况是5100万人，其中72%是乌克兰人，22%是俄罗斯人，所以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大概就是超过1200万人。但是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只是国籍的部分，第二个重要的数字是俄语人口跟乌语人口。俄语人口是40%，乌语人口是60%，也就是说在5000万人里面，3000万人平常讲的话是乌克兰语，而讲俄语的占到了40%，而绝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在当时都是讲俄语。俄语、乌语跟白俄罗斯语这三个语言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就是俄语跟乌语65%通，白俄语跟乌克兰语88%通，然后在西斯拉夫的波兰，因为波兰跟乌克兰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75%通。所以俄语跟乌语是60%通，乌语跟波语、波兰语是70%通，而乌语跟白俄罗斯语是80%通。所以这就构成了这三个语言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乌克兰人从独立以后，大概到1997年的时候，根据当时的统计，已经有一半的印刷品是用乌语来印刷，所以这代表着他的民族国家意识正在逐步的推动跟形成。可是呢，在白罗斯就不是这样，在白罗斯，整个的语言，在市面上的，在官方场合的语言仍然是俄语，那只有在家里使用白罗斯语。另外这边我稍微加一个小的注解，就是白罗斯原来这个字是 Belarus， B-E-L-O-R-U-S， Belarus 是在乌东这个东斯拉夫的三个民族中没有经过这个蒙古西征的，所以呢，他的种族、他的文化是最纯粹的。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俄罗斯的俄这个字是一个多余的一个发音，因为我们知道平常我们叫的话是 Rus， R-U-S， 就是罗斯。而这个俄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蒙古语的语首的缀词。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白罗斯政府在1991年之后，他就非常注意到他的翻译，结果白罗斯政府正式使用白罗斯，把这个俄字拿掉。所以今天在中国大陆，他们挂出来的牌子是白罗斯驻北京大使馆，没有这个俄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用白俄罗斯，有的就用白罗斯，尊重他们的话我们就用白罗斯，没有这个俄字。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图，这个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些核心，我们看能够讲多少算多少。这张图呢是在1844年以后的一个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画家 Rapin，
他画的就是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这个就是今天的扎布罗杰这个地方。这个图很精彩，它中间呢只有一个人识字，就中间在写字的这个人，其他全部都是乌克兰的哥萨克领袖。哥萨克的意思是自由民，也一般认为是在农这个村庄或者在森林里面的盗匪。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征，就是当时他们是处于一个半蛮荒的状态，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那这个是知识分子呢，写信人呢，他要写信给当时在南边的土耳其帝国。这个也反映了就是俄罗斯的哥萨克遗产，也反映了乌克兰的哥萨克遗产。那么今天的乌克兰的源头，我们刚刚已经报告是基辅罗斯 Kiev Rus， 它的时间呢是从西元的882到1240，大概前后将近300年的时间。这是在东斯拉夫地区最早的一个政权，也是俄罗斯文化的共同的来源。到了1240以后，因为拔都西征，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一块区域呢就纳入了这个今天的蒙古帝国的部分。那很多人会问说，那在882年以前呢，各位注意到，这是中国的唐朝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可萨汗国 ,Khaza 汗国在这里。而可萨汗国呢，一般人认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组成，它是来自中国的西突厥或者叫突窟，所以它是从中国往西迁过来到这里。它的组成是 Turkish,T-U-R-K-I-C。那这个字呢，我们有的时候念成突厥，有的时候念成突窟，看你用不用这个通用的字语。如果用通用字语，就是突厥。那么接着从1240开始，经过了240年的蒙古统治到1480。所以简单的来讲，基辅的前身是突厥，后面是蒙古，所以它的民族里面聚集了四个大的组成。第一个就是北欧，第二个就是突厥，第三呢就是蒙古，然后下面接着就是波兰。所以今天的乌克兰人是这四大民族的混血的组成。然后接着在1569年，在波兰的东南角，在这个地方签了一个叫卢布令协定，将当时的立陶宛大公跟波兰王国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波利联邦 Polish 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我们今天念的 Lithuanian 是英文的发音，如果是用德文发音，这个就要念成 Litauen， 所以中文的翻译是从德文来的。所以波利这个王国或者叫波利这个联邦，从1569年到波兰的王国1792年，存在了将近240多年的时间。而这个时候首先就把乌克兰纳为波利王国的一部分，波利联邦。同时各位注意到，白罗斯这个时候也进来，所以渤海三国加上波兰加上东普鲁士加上乌克兰加上白罗斯，这个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历史上的波利王国的领土的疆界。而这个时候乌克兰
就受到波兰人的直接的统治。但是呢，1648以后，在当地的哥萨克领袖暴动起义之下，他形成了一个哥萨克的酋长国。各位看他的领土，这样的一块，而循着亚速海跟黑海，这个都是仍然在俄罗斯的范围内。这个图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在下面的图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是今天的战争之后，整个的东边跟南边的这一块又被俄罗斯拿去。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俄罗斯的一部分人，就是所谓的黄俄派、沙俄派，他们心中的乌克兰，就乌克兰要回到过去的乌克兰，而其他新的乌克兰都是苏联时代给他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人口状况。91年的时候，乌克兰的人口是5100万人。在过去的30年间，由于严重的腐化以及经济的严重的下垂，所以他的人口降到了4100万人。从去年的2月24号开始打仗，到今天，又走了差不多1100万人，其中800万往西边走，有200-300万往东边走，就是到了俄罗斯。所以今天现在乌克兰的人口已经打了6折，只剩下3000万人。那我们看现在苏联收的这几个州，卢甘斯克州26000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呢大概只剩下227万，其中乌克兰人58，俄罗斯人40，但是讲俄语的人口68，讲乌语的人口只有30%。第二个，顿内茨克州，这个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矿的地方，有26000平方公里，2013年的人口是440万人，乌克兰人56，俄罗斯人38，俄语人口却占到70%。第三个，扎布罗热州，27000平方公里，2001年是192万人，2022年又缩了30万人，剩下163万人，乌克兰人占56，俄罗斯人占38。那其中最重要的扎布罗热市是81万人，乌克兰人71，俄罗斯人25，但是俄语人口占56，乌语人口只有41。第四个州，科松州，在这个地方，科尔松州，28000平方公里，2012年的时候是108万人，到了2021年的时候降到了100万人左右，乌克兰人82，俄罗斯人14。那这个地方现在俄国占据的主要原因是要护住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因为它的水源在科尔松这个地方。第四五个就是独立出来，2014年独立出来的克里米亚共和国，27000平方公里，241万人，其中呢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共和国190万人，第二个是塞凡堡 Sevastopol，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黑海舰队所在地，它是两个同级的单位。所以一个克里米亚半岛里有一个克里米亚共和国，还有一个塞凡堡市，这个塞凡堡市呢等同于今天的莫斯科跟这个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三个联邦市之一。那它的人口，各位看，乌克兰人只有15，俄罗斯人68，另外还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就是蒙古后裔，有12，但是俄语人口有82%，乌语人口只有2%，鞑靼语人口有10%。
这个复杂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经过了300年之后，整个乌东地区还是以鄂语人口为主。2014年，颜色革命完了之后，乌克兰政府在这里积极的推动乌语政策，把鄂语裁定为非法，然后这里就爆发了长达7-8年的独立的革命，然后在这里死了，到去年2月以前已经死了14000人，所以这是后来进一步的酿就俄乌冲突的一个关键的原因。而今天如果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想法，要把整块红的地区全部收复，各位想一想，你如何去处理这些鄂语人口的问题？所以这个战争打完之后，非常肯定是没有任何赢家，因为这个结构太复杂了。而这个地区如果从俄罗斯史的角度来讲，它曾经叫做新俄罗斯 New Russia， 但是今天在1991年之后，它变成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没有去解决它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的问题。好，这个是乌克兰的领土的变迁，因为乌克兰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绿色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乌克兰所在，可是呢，西边西乌克兰，也就是黄色的这一块，从1920到1939是归波兰统治，所以西乌克兰是波兰的一部分。然后红色的这一块是当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边界，它有非常复杂的过程，我这边不详细的讲。那么1940年，罗马尼亚这块领土给了乌克兰，黄色的呢是波兰，然后更重一点颜色的是匈牙利，然后1948年以后又有一个岛从这个摩尔多瓦这边分出来，然后1954年的时候，因为赫鲁雪夫上台，把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乌克兰，可是他的人口里大概有80%多都是俄罗斯人。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1991年的苏联分裂的过程中没有去处理这些领土的问题。那现在经过了俄乌冲突之后，很多人都预测，就是第一个，波兰可能会要求收回这一块地方，然后罗马尼亚、匈牙利也都有不同的主张，那这个要到战后的另外一次大的国际会议才能决定。1919年，在一次大战期间，这个俄罗斯帝国瓦解，然后经过了1-2年的内战，这个布尔什维克最后完成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在1919年成立了一个很短的乌克兰共和国，而今天乌克兰民族国家回头溯源到这个1919年的乌克兰共和国，但是很快的又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时候又纳入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到了1922年以后，整个的乌东地区全部纳入苏联的统治，所以只有那个很短的1919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今天乌克兰人回溯历史强调他的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源头。那现在这两个图呢就很复杂，在一次大战打完之后呢，首先呢是俄罗斯帝国瓦解，成立了新的苏联，然后德国又被这个
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所打垮，从此形成了新的 Anglo-Saxon 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使用英文，应该是一次大战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更早出生的话，可能我们学的就是俄文，或者是德文，或者是法文。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讲，要维持 the US primacy， 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个秩序，跟一次大战之后透过巴黎和会所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今天的整个的西方的话语跟价值体系也都是在1919以后逐渐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战之后英国人提出来的解决波兰国土问题的主张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禁忌。这条线呢叫做 Cazon Line。 Cazon 呢是英国在一战之后的外交大臣，他主张要循着这个浅绿的这条线把东边划给新成立的苏联。对波兰人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个是波兰在一次二次大战期间它的国土的47%啊。可是呢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之前的雅尔达会议里，三大巨头，苏联的史达林，英国的丘吉尔，他们当时想到的却是如何快速的让苏联参战，把东亚的问题解决，把日本人干掉。这个时候在雅尔达开会的第三天，史达林拿出来了这个图，他说我俄罗斯同胞都在问我为什么一次大战之后的 Cazon Line 不能实现，这是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来的，我必须实现这个方案。这一下子罗斯福跟丘吉尔面面相觑，因为他们如果答应的话，在伦敦的流亡的波兰政府会怎么看，说你大国出卖我47%的领土。可是在史达林拿出这个图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英国人提出的方案，结果就接受。接受之后立刻就说，那这样子把乌克兰的国土往西移200公里，以奥德河为界，这里是奥德河，然后把这块黄的属于德国，这个是东普鲁士跟德国这一大块地方，差不多10万平方公里归给波兰。这就是二次大战之后波兰的国土西移200公里，然后呢把东边的这一大块地方2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苏联，然后由苏联的乌克兰、白罗斯跟立陶宛三国所承接。各位看，立陶宛的首都 Vilnius 原来是波兰的领土，白罗斯的 Brest 原来是波兰的领土，乌克兰西边的 Lviv 也是波兰的领土。在这一块领土里住了440万波兰人，
到现在还有100多万，还属于这三个91年独立后的国家：立陶宛、白罗斯跟乌克兰。可是更重要的是看右边这个图，这个是1920到1939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各位看，乌克兰人在这边还是居大多数，而这边就是白罗斯人，所以这里是一个民族交界的区。所以战后如何把这些人、这些民族的分布让它跟政治边界重叠，就面临到一个大迁徙的问题。而这个迁徙的过程中出现了极严重的流血跟斗争。今年的1月1号，就是上个月一个月前，波兰政府正式提出来说，今天我帮你乌克兰是因为你被俄罗斯侵略，可是你不要忘了，当时在这些地方你杀了我14万波兰人。这个研究呢，不是我们做的，是比我晚10年左右的东欧学家做出来的。因为他们在念博士的时候，这些资料已经从冷战资料库里出来了，西方可以买到。所以现在比我晚10年，50到55岁的这批专家，他们的重写的东欧史已经补足了我们在1980年代念书时候的不足。所以我们现在是回来向比我们少10岁的那一代学者学习，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说残酷到什么程度，就人被挂在树上被火喷被烧，还有男的被去世，14万波兰人在这边杀掉。倒过来，波兰人又在这里杀掉了2万乌克兰人。所以这个民族的仇恨只是被掩盖，没有真正的处理。现在因为俄乌战争，所以乌克兰人大量的逃到波兰，但不表示波兰人就饶了他。那这个东西各位看不清楚，到时候把材料发给大家仔细的讲。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新纳粹的领导人，叫 Bandera， 1909年到1959年，是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乌克兰民族者组织，叫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的领导人。该组织积极的跟纳粹合作，纳粹提供250万德国马克来支持他，支持他在前苏联的破坏行动。1941年6月31号，在纳粹占领乌克兰之后， Bandera 在一个乌克兰国独立宣言中指出，他们将与纳粹紧密合作，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共同建立欧洲和平世界的新秩序。在其后的 Bandera 运动中，乌克兰西部的波兰人有10到13万被清洗。1959年10月15日， Bandera 逃在西德慕尼黑，被 KGB 派的特工杀掉。2010年1月22号，亲西方的乌克兰总统尤申科，就是后来被下毒脸上起一大堆咯咯咯啊，这个叫尤申科，他颁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2011年，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之后，立刻宣布撤回班德拉的英雄头衔。但是2013年开始，在西方的支持下，推动了反亚努科维奇的这个广场示威。第二年，乌克兰亲欧盟的颜色革命成功，把这个亚努科维奇赶走，
然后 Yanukovych 就逃到了俄罗斯。这个时候整个乌克兰的政治气氛就变成是亲西欧反俄罗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班德拉的头像就出现在反政府的人群中，并随着 Yanukovych 的垮台， Poroshenko 就是那个后来乌克兰最重要的这个巧克力大王当选总统之后越演越烈。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所谓的新纳粹是假的，在乌克兰人就知道新纳粹是真的。2018年11月14号，在西边乌克兰西边的鲁布的议会决定将2019年定位为班德拉年，引起了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的强烈的抗议。2019年3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参战者被赋予跟退伍军人同等的地位，就是那些亲纳粹的这个极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原来是被视为战犯，后来被视为退伍军人，开始享有荣民的福利，以及免费搭乘公车、免费享有医疗、年金跟公共事业的特殊待遇。所以这一些人在新的乌克兰政府跟新的气氛之下被认为是英雄。2023年1月1日，就是上个月，乌克兰最高议会拉达纪念班德拉114岁的诞辰，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乌克兰军队总司令扎鲁兹尼将军在班德拉画像上的照片。那么下面这段话我就不念了。应该还有一页，没有剪到，那没关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现在因为战争的原因，这个乌克兰的纳粹运动被西方媒体掩盖，可是它始终存在，而且乌克兰人仍然在继续的纪念班德拉，纪念那些杀戮俄罗斯人、杀这个波兰人的那些极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以乌克兰的问题不会随着俄乌冲突而结束。但是下面的问题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推动的这一场战争最后会走向何处。以今天普京在俄罗斯打了1年还打不胜的这个情况，他会不会被另一股势力所取代？这边我们就要回到在战前，也就是1年多前的一个重要的景况，就是在俄罗斯今天的政坛上同时存在着3股势力。第一股就是延续着当年叶尔钦的亲西方的势力，所谓的 liberal democracy。 第二股是以普京为首的结合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安全部队、外交、国安体系，所谓的俄罗斯强力集团。以及第三个人口数更大的所谓的黄俄派、沙俄派，就是主张恢复当年俄罗斯那个帝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普京这一股强力集团在当时这个叶尔钦统治的时候是标准的亲西方的。在普京统治的前10年，也就是2001年到2012年，这股势力还是跟西方保持友善。但是当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的西境的时候，这个时候
他跟西方的关系就开始正式的恶化。而我刚刚所报告的那些老的战略大家，不管是布里辛斯基、季辛吉，或者这个各式各样的文明冲突论者，都是反对在这里跟俄罗斯翻脸，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区西方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prevail， 就是普及它的价值体系，同时因为战争所造成的国际冲突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到现在战争打了一年之后，各位看美国的舆论界，虽然大部分人对俄罗斯是强烈的谴责，可是也有越来越多对美国跟西方的战略价值是采取高度的批判跟反思的态度。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今天的大国博弈，就可能会出现很不一样的结果，这一点也直接牵涉到台海两岸的关系。第一种态度是认为美国必须紧速的结束俄乌战争，因为尽管美国准备在这里投资660亿美元，而且会造成俄罗斯的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是美国最后不一定能够惨赢。这就像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最后还是以惨败离开，所以美国人不愿意有第二场乌克兰战争。那最近呢，美国总统的选举又要开始，所以被赶下来的总统川普这几天非常高调的宣布说，他一旦当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在一天之内停止俄乌战争。这就是第一种讲法。可不可能做到？当然可能。同时也有一股潜在的势力是主张这样的，就是目前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他们之中有许许多的国会议员是反对继续这场战争。所以一个是川普，一个是共和党的国会，这是第一种看法。如果按照这种看法，那就是不再继续供应武器，强迫乌克兰和谈，同时承认我们刚刚讲的乌东四州的事实。这个当然对西方来讲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因为这就意味着这块东边加上南边的克里米亚归给了俄罗斯联邦。所以这个在谈判的过程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争议，像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个人口结构，他可能最后这个赫尔松这个地方就不会让他拿走。那这三块地方就是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跟扎布罗热，这三个地方可能因为它的俄语人口居主要的成分，这个时候会被迫让乌克兰会让步。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波兰人现在对这块地方有很大的意见，所以会不会在战后波兰人要求收回一部分的失土，这是第一派的看法。第二派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西方定义的正义的战争，不管打多久都要打下去，这个以英国人的看法最多。现在各位看很多人留英的人，他在他网站上会写的支持乌克兰，他不想了解乌克兰的内容，他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这是一个不正义的战争，必须打下去把俄罗斯打垮为止。但是这个到底要付上多大的代价，西欧能不能承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三个看法就是认为这个战争的最后的结束
中俄双方的角色都不能少。各位记得战争发生初期，一直呼吁中国要加入调停，可是中国始终不愿意介入。可是如果从战后复原的角度来讲，现在的估计大概是7500亿美金，有人估计要到达1兆美金。这个目前全世界所有国家能够承接这个战后复原重建计划，第一当然就是中国。那中国要扮演这么样的角色，而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两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到现在为止，尽管中国大陆的内部的气氛是支持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可是官方的语言始终是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态度，而乌克兰到现在对中国还是友善的，主要就考虑到了战后的复原以及中乌之间过去30年密切的交往。我去北京看了好几次，在机场都看到乌克兰的军官在跟大陆进行密切的联系，所以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尽管民间现在是反乌的气氛很强，可是官方还是保持双向的友好。而美国跟欧洲在这个战争的最后的结束前势必要把中国拉出来一起介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如何收尾。有一个讲法说今年10月左右会收尾，这个都是各方的预言，算不上数。最后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经过了这么1年左右的战争之后，到底谁得利？到底谁得利？首先呢，很多人认为美国最得利，因为美国卖军火，美国把俄罗斯拖进了一个战争。可是到现在为止，用现在的打法是不可能打赢的。有人说美国跟西方现在输入300个坦克到乌东的战场，可是俄罗斯有15000架坦克，这是9牛1毛。所以凭军事战场要打赢这场仗，两边都很困难，最多就是惨胜。那么大家关心到底到现在为止死了多少人？根据欧盟领导人不经意的宣布，是乌克兰的军队在今年8月死了10万人，老百姓至少也10万人。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数字，到这个月为止，往西逃亡的老百姓是800万人，另外非正式的往东边、往白俄罗斯、往俄罗斯逃亡的大概有200万到300万。这个部分俄罗斯始终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可是如果我们看乌克兰的内部的情势，对这个问题可能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在1年前的现在，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支持率降到了20%。战争发生之后，因为他坚决的对抗俄罗斯，支持度升高到90%。那相对的，对普京的支持度，过去大概是70%，在战争发生后最高的时候到达了80几。那现在因为久攻不下，又开始往下掉。所以换句话说，这场战争对于鼓励双方的民族主义是有非常大的激励的力量。可是久攻不下的结果，领导人的威信一定受到重大的损失。最后我要特别讲一点，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这里面还有共产党的力量，这是不正确的。
乌克兰在1990年、91年以后，乌共就已经被裁为非法，而叶尔钦对苏共跟俄共的打击是不遗余力。那普京上来之后，他是反对共产党，所以俄共、乌共这些词都是旧的词。那现在在俄罗斯国会最主要支持这个普京的是民族主义的俄罗斯统一党，大概占了70%的力量。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中共跟俄共合作在这个议题上是不存在。俄共今天在俄国国会大概10%，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力量。而普京在战争发生前所做的非常详细的这个历史的叙述里，对列宁跟史达林是抱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在苏共的民族主义政策下，就是列宁的民族主义政策下，过分强调民族自觉，把俄罗斯的领土拱手让给了乌克兰，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些论述里面我们看出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非共化，都是谴责共产党，所以这里没有共产主义复辟的问题，没有。这个是我今天先第一部分就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复杂的情势所做的一个简单的说明。接着我想特别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在1990年代以前完成博士学位的这一大群的叫做冷战时期培养的这些苏东专家的一个共同的看法。首先呢，就是这些问题通通是一次大战之后在巴黎和会跟国际联盟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了整个一个世纪的酝酿之后，因为基本问题、民族问题、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语言问题以及国际冲突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到最后累积了100年之后的一个总爆发。这里面包括塞尔维亚的问题，包括乌东的问题，包括乌克兰跟波兰的冲突的问题，包括俄罗斯跟各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还包括高加索区那个复杂的 Nagorno-Karabakh 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990之后由于集权体制的松动全面爆发。第二，就是后冷战时期以福山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胜利，称之为叫历史的终结，他称这个历史是一个大写的历史 The end of history， 这个逻辑现在证明是完全错误跟失败的。福山个人也在2014年以后开始重大的修正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说，自由民主或许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在对于共产主义结束之后的这些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如何维持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叫做 strong state。但是他仍然强调西方文化中保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rule of law， 法治。但是他承认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民主的这个检证，这个
验证的过程可能只能排到第三位，所以最重要的是 strong state。 所以从这个角度，他高度的肯定中国大陆，但是他特别强调中国要解决法治不足的问题， rule of law 还是不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学界跟战略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反省，可是政治人物还是忍不住用最取巧的方式，透过民粹政治，透过媒体，透过各种的宣传，让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黑与白的战争，也就是说回到冷战时期东西对决的逻辑。可是这个时空背景，这个逻辑的细节的内容通通有重大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新闻、媒体、舆论的环境还是紧扣在刚刚讲的第三点。福山他们已经知道错了，但是我们的媒体跟政治人物还是不到，没有办法知道错。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办法念那么复杂的书。好，这是我今天初步的跟各位的报告，欢迎大家提出问题，谢谢。我看你就站那里了，还是你要坐这里？我下来啊。好，现在就请各位提出问题。从这边开始，一二三，然后我会请这边的啊，来，请。郑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那么，想要延续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中国在这一次俄乌战争接下来的走向，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不晓得老师您怎么看？那特别是像北约的秘书长，最近在亚洲行的时候也特别去提到这个中俄之间的合作，那有可能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等等这样的一个，就是西方阵营的一个论点。那么您如何看待，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年之后，那么接下来这个西方阵营跟中俄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些冲突跟互动，是不是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发展？谢谢。我刚刚没有提到这个中国的角色啊。我现在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谈。杨帅，那个麦克风接近嘴巴一点。那个中国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经过40年，前面的大概20几年时间都保持10%的经济成长率，这几年降，那么到现在为止大概变成3或4，最近 IMF 的预测大概会恢复到5到6。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快速的成长的过程，就告诉了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如果给中国40-50年的时间，它一定会崛起，任何力量阻挡不了它。所以我们现在看，比如说台湾是不是乌克兰化，这个北约会不会东扩，这个美国的第二岛链可不可以维持，种种这些论述通通集中在一个焦点，就是如何让中国快速发展的改革路线提前结束。我认为不管任何的挑衅，只要是在中国的领导位置上的这些人，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都一样，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最优先的前提就是制止战争持续发展。所以任何的战略专家都可以提出反向的诘问，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的那个新冠死亡人数是假的，
你说新冠没有造成另外一波，那也是假的。你的14亿人也是假的，因为有4亿人已经死掉了。这都不重要，就是要维持这个改革发展的持续的定力。但是如果你问我说，你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你对下两个月麦卡锡访问台湾的时候，大陆会有什么作为？那我就很清楚地讲，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那个战略定力，那个前提必须列成最高位的原则。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挑衅，都不能解决这个最高位的选择。因为这个最高位的选择如果做不到，那个领导人就要被迫下台。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看到另外一个逻辑，你叫习近平放弃一个中国，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同样的，他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下台。所以这个最高位原则是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不能放弃。那泽连斯基呢来讲的话呢，泽连斯基他的最高位原则就是把战争打下去。但是如果美国最后不支持他，他当然就被牺牲，这是一个无奈选择，因为他是一个小国。可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他必须要坚持到底。所以普京的角色跟泽连斯基的角色是截然不同的，他一个是大国领袖，一个是靠西方支持的泽连斯基，这两个人的位置、角色、使命和生存情境都不一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不管面临任何的挑衅，他只能维持这个战略定力，他只能咬着牙度下去。至于他会采取什么做法，那个是属于战术跟战略的其他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做非常贴近他们的预测跟分析。谢谢。王建良，后面，你后面。教授你好，今天在这边听到教授这样的深切的分析，让我对俄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啊，还有他们历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知道，自从俄乌战争之后啊，西方媒体一直往往成为是基础，可以比喻说二战的前期了。就是说一直把它英雄化。那我个人呢，在看这个战争的时候，我是看到生灵涂炭啊，非常的悲惨。尤其刚开战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啊，一直到20多时大家被毁灭了。所以个人对泽连斯基的评价如何？在这个战争中很广泛的啊，你个人的评价。第二个，从这个战争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说民粹啊对于国家的悲剧的影响啊是非常重大的。那刚刚看到现在两岸的关系，让我们很感慨。那您认为从这个案子里面，台湾人可以有什么启示？谢谢。首先呢，泽连斯基是一个演员啊，而且是一个假戏真做的演员，所以他的那部戏叫做《人民公仆》，靠着这个《人民公仆》当上了总统，而且呢，追随他的人组成了人民公仆党。第一次在乌克兰共和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多数党，54%的国会议员。可是当2月24号战争发生之后，他的党的国会议员大部分往西方逃，逃了之后他就要求这些人必须回来，必须跟他一起。所以他是一个认真的演员，到现在为止还是演得很好，而且呢越来越进到戏里面。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演员？是真的演员，可是他已经真正的入戏，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总统。
但是他还是面临到许多的指责，比如说他的团队里很多人都在贪腐，但这个贪腐其实延续了乌克兰的历史。2008年的时候，乌克兰的 GDP 有20%被这些几十个权贵所掠夺，这些权贵、这些 tycoon、这些 oligarchy 所拿的钱，大概占当时 GDP 的80%。所以这是全世界最贪腐的国家。我多讲两句，它到什么程度？就每一个寡头集团有自己的国会议员，有自己的政党，有自己的法官，有自己的检察官，有自己的高级文官，甚至一部分还有自己的军队。这是全世界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方。最近有一个字叫，我刚刚在里面也写了，叫 kleptocracy， 窃国政治。乌克兰是最好的，所以当泽连斯基作为一个演员来抨击这样体制的时候，各位想到他是要有非常大的道德勇气的。他作为这样的一个演员演总统，演得像让大家选他当总统，然后他周边的这群人跟着他一起，跟着这一部影集成为国会的一个最大的政党，这都是真实的。在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幻象，很多大陆的媒体说这群人通通是演员，可是当他们真正入戏，真正处理这个情境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真实的角色，不再是演员。所以不能够因为他的出身而否定他现在的角色，但是结构是不能改变。这个结构告诉我们，如果美国不继续给武器，美国国会不再支持，那凭他现在的他是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他如果失败了，是因为美国跟西欧后面支持的力量抛弃了他，但是他的角色还是谨守的。至于他周边的这些所有的报道的腐化、逃亡、贪腐、贪婪这些事情，我想可能都有蛛丝马迹，但关键是他的坚定不移是一个真实的状况。第二个部分就是台湾能不能从乌克兰经验中得到教训。首先我要特别强调，乌克兰是主权国家，在1991年他跟俄罗斯跟白罗斯一起宣布退出苏联，建立新的独立国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独立国家，只是说他们之间没有解决好自己遗留的遗产的问题，也没有跟邻国解决，比如说立陶宛，比如说这个乌克兰，比如说这个罗马尼亚，他们之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问题逐一浮现，本来是可以透过和平谈判来完成，但是过去30年因为政治不上轨道，始终没有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变成了今天非常复杂难以解决的这个政治的遗产。至于乌东四州这个问题，我认为它必须要从人口结构仔细的思索如何解决。这在过去，也就是在差不多1年不到的大概10个月前，很多人都提出来了，就是乌东四州的问题呢，可能就是要用一个中立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当时乌克兰本来想走上谈判桌，后来被英国挡住，英国人不希望他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像江森前首相，他们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当时能够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战争应该可以提前结束。最近大家也特别注意到季辛吉现在开始改口，他说战争现在打了1年之后呢，他认为乌克兰必须要加入北约，因为这已经变成是一个质变，就是已经撕破脸了，双方已经是互为寇仇，
这个时候不再依赖西方的支持，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现在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一年前他是绝对不支持。所以政治情势的变迁也会迫使战略思想家改变他的想法，就是必须认清现实。至于两岸的可能性，我认为两岸的情况跟乌克兰跟俄罗斯毕竟不同。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互为主权国家，而两岸是一中。那么过去叫做九二共识，如果九二共识不拿回来，两岸之间是没有办法谈判的。首先要如果要承认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连美国都不会承认，所以我们的空间跟俄乌之间的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两岸问题的解决首先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互信，可是这里嘎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 US primacy 在可预见的二十年会失落，这个是美国人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他会不断地用台湾问题的乌克兰话来触动大陆最敏感的心弦，而大陆也会用我刚刚前面讲的战略定力以及国内的舆论来形成另外一个反制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台湾最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擦枪走火，因为任何战争都不是博弈过程中的理性判断所能够主导，所有的战争都是擦枪走火。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俄乌冲突的情境跟主权国家的互动的结构在两岸之间并不适用，可是如果两岸之间是因为政治人物的操弄造成了擦枪走火，那就可能掀起原来预期不会发生的战争。所以现在西方学界也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个非理性的力量最后触动战争的能力，这个就不是 Game Theory 能讲的。谢谢。这边还有一个。周老师你好，听你的讲课分析的真的是很有收获。我在1988年去的奥克萨，那我也看过一个地方的状况，但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那边的落后是当地他们自己的环境造成的，然后不是我们其他国家能够真的能帮助。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俄乌战争的受益者，其实台湾是受益者。台湾始终啊，在很多情况底下都是避免战争，因为避免战争而受益，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就是有人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请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年轻人在这个人才培养上面，将来要走到哪个方向去？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30年台湾要认定的事。我有很多朋友啊，从90年代开始到东欧留学，因为我一直做这个领域，所以他们常常跟我接头，尤其是出发前几个礼拜。我除了在交代一些生活上的，还有一些避险的措施之外，我都跟他们特别讲，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一些在西方，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学不到的东西。他们说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个就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以及俄罗斯跟东欧这些国家非常复杂的战略跟地缘政治的关系。因为我们在阅读英文材料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个层面的深度，而这个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补足的。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非常重视的就是国内的在俄罗斯乌克兰念书的这些学者，他们的声音很微小，
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透露了一个他们长期二三十年来跟那个地方学界保持联系，经过归纳跟过滤之后所留下的话语。我每一次也在受邀的时候都会提醒这个邀请单位应该请这些学者出来讲话，因为他们才能够反映那里的真正的声音，我们来讲的时候都是隔了一层。所以你问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那么台湾这几年的教育，这二三十年的教育，因为我上个礼拜刚刚退休，所以我现在不再是文化大学教授。我特别感觉到过去这三十四五年来，台湾学生的普遍的素质是快速的下退。一方面是缺乏竞争力，一方面是缺乏更高的求知的意愿。这也跟台湾现在的这个评审制度跟纳才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写一本书，写了三十万字，分十五章，这本书不算数，要拆成十五篇文章，每一篇发表得几点，那十五篇的话可以升等三次，助理教授、教授、副教授，三次一本书就打发了。但是你一本书就不算数。我有一个同事最近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在六十二岁的时候被台大要求检讨他的著作。他进了会场，社科院的会场，所有的老师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1987年回来，我按照我的方式每三年到五年出一两本小书。到了90年代，别人说我是优秀学者，到了2020说我不够格，我没有变，是你们在变。我这二三十年没有出去，没有戒掉，我始终用我的方式来写书，而且我忠于我自己。20年前我是优秀学者，20年后我不够格，是因为你们的制度在变。你们培养了半天，培养的都是数字上的人才。我今天讲的很复杂的历史，如果我要把它变成一个课，我可以讲20个礼拜，而且我可以从头背到尾。为什么？因为我前30年、40年的功夫，他要我必须记牢这些数字。我今年为这个题目，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写了40-50篇文章。所以我们的现在的制度是不容许这样的。那你说这样子怎么培养人才？第二个事情，我们的录生已经被砍4年了。我在金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的台湾的学生跟我讲，他们是为了两岸交流来，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小三通还没开放，他说小三通没开放来金门白来了。最难过的是到了大四，因为疫情的关系，毕业典礼取消了。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小三通来金门念大学，小三通未成，毕业典礼没有。我说那你现在？他说只能很失望的回到台湾去念研究所，帮研究所充人数。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现在研究所很多博士班都没人来念。我在京大的时候，一个班上40个，平均每一年要补充台湾20个研究生，因为台湾研究所没人念。那我京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台湾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一个资源，因为他们在小岛里用功念书淳朴，而且还有向学的意愿，台湾的孩子很多已经没有。前两年台大政治系主任跟我讲，他说现在一个研究所20几个研究生，本系毕业的不到2个，大家都不念了。这个是我们的悲哀。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必须鼓励年轻人，让他们觉得有希望，让他们觉得台湾这块土地
是值得大家一起拼命。老师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那个，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完以后再提出问题，因为可能时间稍微有点长。就是在我在看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呢，发现就是我主要还是活跃于中文互联网环境上面来。中文互联网环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你不要发表你的意见，我只要你问问题，因为你问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受惠。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还是要把它简单说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如果是我个人在看待俄乌问题的话，俄乌三方当我会把这个顿涅茨克包括这个克里米亚单独来作为一个放来看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中国大陆看作是乌克兰，把台湾带入到克里米亚这和顿涅茨克这四周的位置上，因为它是一个我是说的是独派的立场，它是一个希望从一个主权国家当中分离出来。然后呢，俄罗斯是美国的位置，它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强权势力。如果是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它是否是一个和就是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方的问题？同时。我已经完全懂你的意思。我的个人的态度是先有学问后有立场。很多人是先有立场再套用东西。套用东西的最大困难就是常常被重要的事实所推翻。所以我从来不赞成先有立场再谈问题。先有立场去凑的那些材料最后发觉不管用。所以必须稍微念一点书。如果完全没有知识，纯粹是用推的，那个就是很多人在玩的那种 game theory， 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玩出来结果没有用。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很清楚，就是说到底台湾是乌克兰还是乌东四州这个问题，同样的现在在这个 Serbia 跟这个 Kosovo 也发生了，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所以我最近写 Kosovo 的时候，我就说 Kosovo 不是乌东四州。为什么不是？因为塞尔维亚不是乌克兰，塞尔维亚也不是俄罗斯，所以你用俄罗斯去推塞尔维亚，用 Kosovo 去推乌东四州，这都是不对的，没有办法类比。你看现在很清楚嘛，北约一威胁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没有办法，因为俄罗斯管不了他，中国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现在马上大家问的是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是不是会下台？这个才是回到现实啊！你怎么能用推论呢？塞尔维亚不是俄罗斯啊，也不是乌克兰，所以用类比是因为简化，简化是因为无知。我们不能轻易的这样做。所以我刚刚一再的讲，台湾不是乌克兰。因为台湾有一个国际公认的一个一中的大帽子。不管那个一中的内容是什么，一中是一个国际的共识。可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当然不是一个。是两个吗？是两个主权国家吗？这个不能类比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内战，这怎么是内战呢？这当然是一个国际战争嘛，只是说它有复杂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它是一个总爆发，是一个从一战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到了1991年苏联分裂的时候还没解决，到现在来爆发。所以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好谈，就是他必须从那个历史溯源告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这个跟两岸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用类比来套用，因为性质不一样。如果我继续讲下去，那问题就很麻烦了。台湾为什么没有主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一中各表下的情境，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又要谈好几个钟头。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简化，就这个原因。谢谢。因为芬兰本来也是这个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后来这个俄罗斯又侵略了芬兰。那芬兰这一次也是因为俄乌战争而加入了这个 NATO。那因为刚刚的时间有限，没有谈到芬兰，我觉得芬兰应该是一个蛮有用的一个 reference。谢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举手看看。那边还有。哦，那没办法，我本来这个问题可以回答15分钟，那我现在就把它抽断出来啊。第一个呢，乌克兰有一个泽连斯基，可泽连斯基是从演员转化。可是芬兰有一个马达汉，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世界级的领袖。马达汉呢是荷兰后裔，后来德国迁到了瑞典，从瑞典搬到了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长大，不是讲错了，到赫尔辛基长大。在赫尔辛基呢，这个时候他还不会芬兰文。他到18、19岁的时候去圣彼得堡念军校，这个时候开始学芬兰文跟俄文，因为他长得很高大。俄国的皇族就要把他培养成当时仍然属于俄罗斯帝国下的芬兰大公国的一个重要领袖，就把莫斯科警长过世了之后他的女儿许配给他，然后呢俄国皇室把他挑选担任俄国皇室的这个侍卫，所以他是一个 be chosen。 那他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他在1903-04年到中国去打这个日俄战争，各位知道日俄战争的战场在中国，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了解到俄罗斯的现代化不够，然后战后呢他又到了日本，然后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俄皇接待他，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中国去做 spy。 然后他经过了2年的时间，从新疆进到中国，最后从北京出来，然后再到这个中国东北，然后搭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莫斯科，然后战争发生了，他被提升为中将。可是呢很快的俄罗斯帝国就败掉，败掉之后红色的苏维埃上来，他因为是属于皇室贵族这个体系，他就回到了芬兰，而芬兰这个时候爆发了红色革命，他领导白军把红军消灭，成为新独立的这个芬兰共和国的领导人。但是随后成立的芬兰共和国是左派政党执政，大家在选总统的时候把他绕过去，因为他是白军领袖，所以他就从此获得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他不是政治领袖，但他是最高的 generalismo。这个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例子，打仗的时候就把他抬出来最高领袖，打完仗以后就把他赶走。那世俗的政治领袖多半是左派，他是最高领袖，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芬兰话跟马达汉有绝大的关系。那他领导了两次战争，就是芬兰有名的两次战争都是他打的。可是这个时候一个大的问题来了，本来芬兰是靠这个纳粹，所以史达林跟他互为敌体，可是呢他又看到纳粹要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纳粹又逼着他必须要抵挡苏联，所以他夹在斯大林跟希特勒之间，结果最后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由当时的总统以个人身份跟纳粹签约，就是形成攻守同盟，可是最后就背叛纳粹跟苏联合作。在这个情况之下，纳粹就说你出卖我怎么办，总统辞职由马达汉继任总统，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那样干的，说总统签的约无效，然后总统下台由马达汉这个军事最高领袖接总统，然后让战后的这个芬兰接下来原来的跟西方亲善的立场，然后他当了总统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老还乡，然后呢他是贵族身份，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瑞士去养老，一直到1953年过世，回来的时候万人空巷，到现在为止2004年的评价，全芬兰最伟大的领导人是马达汉。那随他后面的两个领导人 Paasikivi 跟 Kokkonen 两个人延续25年执政，形成了特殊的芬兰化的体制，也就是一方面跟俄罗斯保持友好，跟苏联保持友好，一方面跟西方亲善，这就是所谓的芬兰化。可芬兰化在大国的眼里是一个羞耻，所以像纽约时报这些把 Finlandization 视为是一个投机取巧，可是这又是小国的生存之道。那么当时在51年52年的时候，芬兰共产党访问莫斯科，见到史达林的时候，史达林特别说，你们要不是有一个马达汉 Mannerheim， 我早就把你芬兰灭国，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他，然后他在继续战争里面把我们打赢了，否则的话我一定把你芬兰灭掉。所以芬兰跟马达汉有绝大的关系。好，但是90年，这是我个人亲身的经验，我经过赫尔辛基，我在赫尔辛基机场看到一个俄罗斯医生没有签证就在流浪，在那个机场流浪了已经3个礼拜，我那天晚上就 也在机场就给了他10块钱美金，他谢了半天，他每天就靠这样子过日子。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就是芬兰已经孤立垮掉的苏联。然后接着芬兰人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在2000年的修宪里面，把原来拥有重大外交权力的芬兰总统修改成为议会内阁制，所以芬兰是全世界最早的半总统制的国家，但在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修改成为西欧的议会内阁制。同时芬兰总统的角色从原来对苏联的第一号外交大臣转变成为跟欧盟合作的大臣，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告诉芬兰人要完全摆脱俄罗斯，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决定加入北约。同时呢，上个礼拜因为土耳其拒绝跟瑞典妥协，所以芬兰的总理这几天宣布说他会单独加入北约，不会再考虑瑞典。这就是芬兰化整个形成、酝酿、改变、最后放弃的过程。请各位，请来这边，那边，那边。大家好，我想请教您啊，我们都知道啊，存在一个可能性，俄罗斯可能会活不下去，因为反核弹啊。那我的问题是说，像天黑的可能会下雨啊，那大晴天比较不会下雨。所以说有没有什么争论，教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争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俄罗斯可能会撑不下，或者是怎么样呢，会打核战，那我们呢可以提早几分钟呢预想一下。对，
这个很容易预测啊，非常容易预测，就是看，就是看西方有没有大量的撤侨，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预测，西方会预测，因为西方有情报系统，所以他一定会在这个前几天会有大量的动作，那个时候西方的媒体也会很重视，所以我们没有能力，他们会告诉我们。那边最后一位，那个角落。王山兄，请教一下，台湾不是乌克兰，但是美国利用乌克兰去拖住俄罗斯，跟利用台湾想拖住大陆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四月份麦卡锡来台，可能掀起两岸的风暴，但是我们的政府很难说 no。 那请问我们民间、我们的学者，还有我们这些忧心忡忡的老百姓，我们可以做什么让美国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其实是很担心，因为麦卡锡的来台让我们台湾人不是受益反而是受害。谢谢。我因为长期跟新闻界保持联系，维持长期的写作，所以我常常会反问一句话，比如说你要我写麦卡锡，可不可以等布林肯访问之后，因为布林肯访问显然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秘密协商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什么，美国国内政党博弈。所以我常常主张我们的外交官不能介入别人国内的政治博弈，这是不智的。那为什么要等布林肯？布林肯一定要商量我们怎么套招嘛。所以为什么上一次佩洛西访问要绕那样的一大圈呢？要避开南海，一直这样的绕过来，走了四个半钟头的飞机啊，就是双方有秘密协定啊。那个是我们在局外的人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可是佩洛西显然跟大陆已经商量好了，又要演这个戏，又不能让双方发生太大的冲突，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做战略管制。所以很多国际的问题是在演戏啊。美国要演什么戏？我不怕中国，那这个戏还要演20年呢。为什么？美国自己都预期他在2040左右会输啊。可是他不能忍受啊，就是大国失去他的 primacy 的位置，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戏还要演10-20年。好，第二个问题，台湾能做什么？台湾就是稍安勿躁，不要自己去惹事啊。所以我们的对象其实是自己的政府，不是国际，因为国际在演戏啊，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戏的主角，而且他们也从来不让我们成为主角。我们是主角，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不希望你们两边来，现在两边都不放过我们，因为这是小国的无奈嘛，小国的处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乌克兰在美国要弹劾这个 Trump 总统的时候，泽连斯基讲了一句很无奈的话，就是你们两边打仗祸及无辜，我乌克兰是你们不要的地方丢给我们，那现在又要再演一次，这一次换了角色，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在那边的丑闻，又要以乌克兰为主角再演一次弹劾，只是翻过来对象。
所以大国博弈里面有很多是肮脏的不得了的东西，我们无奈，我们只有避免成为那里面的主角。好，最后一个问题在最后面，最后面那一位，请教一下那个周教授，这个斯拉夫人呢、啊，在这个俄乌的关系中啊，他有没有扮演什么作用啊？这个还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两个民族？这个谢谢你。这个斯拉夫民族是在7世纪才到形成啊，然后逐渐分化是在10世纪以后，因为第一个就是芬兰，不是芬兰，就是匈牙利在中间建立了他的国家，在差不多10世纪左右，然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是因为这个蒙古西征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斯拉夫人就化成了东斯拉夫、西斯拉夫跟南斯拉夫这三块。然后呢，后来又因为4个帝国的关系，就俄罗斯帝国、这个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跟土耳其帝国，这4个帝国的交夹，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跟宗教体系。东斯拉夫民族信仰东正教，西斯拉夫民族信仰天主教，南斯拉夫就非常复杂。我们今天没有空谈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克罗埃西亚跟斯洛文尼亚信仰天主教，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信仰东正教，然后中间的波斯尼亚和塞哥维纳一分为三，一半以上信仰穆斯林，1/3东正教，1/6天主教，所以这里就存在了。那您刚刚讲俄乌冲突，就是东斯拉夫3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白罗斯是站在俄罗斯这一方，而乌克兰是站在西方这一方，所以这两边打，所以它简单的来讲是东斯拉夫民族的内讧跟和平。好，这个我们就谢谢钟阳山教授，今天到此为止，请大家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